这里是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县，也就是历史上的普洱县。2009年10月，我们摄制组来到严继平老人的家里，去寻找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。说一下，就是这张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说说。这是拉蒙啊，拉蒙是啊。啊，哪个是拉蒙啊？你跟我说。就这个，就是这个，就这个，啊、这个人啊。嗯，当时的话呢，这个还有这。严继平老人拍摄的这张照片，记录了58年前一段传奇而又动人的故事。1951年的新年到来之际，位于云南省南部的普洱县，20几个兄弟民族的数千名群众欢聚一堂，他们将在这里举行一场盛大的仪式。喜酒，要表牛，就是结盟了。就在几天前，普洱区进京参加国庆观礼的各族代表们，在解放军的护送下回到了普洱。我们回来是11月底了的，开国初国家人民代表会是真的开了。在这次民族大会上，赴京代表们介绍了参加国庆观礼的盛况和体会。中央政府对各兄弟民族的关怀，共产党所倡导的平等、团结、互助的民族政策，在与会代表中产生了巨大反响。他们说这共产党是新汉人，这是区别于国民党时代的。根据各兄弟民族的意愿，会议决定举行民族团结的宣誓仪式，并且立碑纪念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一个拉祜族的一个头人，他就提了找这个拉祜族的这个风俗习惯呢，七七喝酒，找佤族的这个风俗习惯呢，进行标牛。那个标牛嘛，那个仪式啊，是把这个那个水牛弄在一个桩桩上，把它拴在这个桩桩上啊，他拿着一个长标子去戳到自己的心脏上啊，他要看这个牛倒下去以后啊，到底是方向。看这个吉利不吉利，难为呢，在当时领导是相当难为，到底搞不搞起来。共产党人自然是坚决反对封建迷信，另一方面，标牛这种仪式在佤族人来说本身就是为了看卦，既然是看卦，就要承担相应的风险。如果挂好了，那么就无条件的服从共产党的领导，如果挂不好，那么还麻烦嘛的呀。中共宁洱地委书记张军主持召开会议，决定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感情和风俗习惯，同意进行标牛盟誓大会。我会议啊，当时情况就是这样子，就是在这个过去普洱的一个东红场啊，所以比这个广场啊，这个有部队，有群众，有政府的，还有些民族啊，就是群众了吧。哎呀，这个亡人啦，也可以说是亡人，就是人相当多了嘛，阿天。1951年的新年，喜庆的气氛尤为热烈。
头儿的红场上人头攒动，热闹非常，机关、学校以及当地驻军的代表也应邀参加这一民族盛会。很简单，也没有舞台，也没有布置什么会场，就在平地上这个摆了个桌子，摆在一些酒窝什么的，中间以后的话就是一个标牛的一个桩桩。最后入场的是48位会议主席团代表，他们中有进京参加国庆观礼的代表，有其他少数民族头人、农民代表以及地方党政军领导，他们将代表普洱区的26个民族以喝咒水的方式来立誓结盟。就这些年过这一就叫做这一岁。喝个天啊，喝天嘛天，喝梦天，米那个的吃了喝哇吃哇子，米那个的吃了喝哇子。但这一的意思就是，如果哪个反悔，就是耍他了，都走了没那种。那我活嘛就是，我要跟共产党。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值得铭记的一刻，不分民族，不论大小，一同庄严地喝下咒水，誓言各民族从此团结一心，永不背叛。在欢快的乐曲声中，标牛仪式就要开始了。根据佤族的习俗，标牛时对于牛的选择极为苛刻，重大事情一定要标水牛，而且要求牛的体型要匀称健硕，毛色要柔顺光泽，牛角不但要大，还要有美丽的弧线。这是一条近乎完美的水牛，是一位佤族头人跑遍了普洱县城才找到的。就是要标牛为记号嘛，嘎，他的记号是就是把牛标到在地下，如果鞋可以朝天就是好瓜，如果鞋可以铺地就是不好的瓜。哦，他是为了标牛，是为了扛瓜了嘛，不呀？最后出场的就是万众瞩目的标牛手了，他就是来自西蒙的佤族头人拉蒙。这个人在没有去北京之前呢，他对我们是很怀疑的，最初也不愿意出来，不敢出来，是吧？这个回去了以后呢，他亲自来主持这个标牛。他也很紧张，但是我们光不成功怎么办呀？大家就考虑了。1951年的拉蒙已经65岁了，因为他和毛主席握过手，又有过标牛的经验，所以大家一致公推他来标牛。
大门大胆的呼了口地气就叫住牛的个腿啪的喷了一口，一提着标杆走向牛棚。这就是拉蒙居住标枪啊、哦、在这个标机性标念的情况。有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相机，一个那个120的蔡氏相机，英国那种没有焦距的呗，只是自己跳焦距那种相机了嘛，拍了一张就是这样子。一枪飙了以后呢，这个牛啊并没有倒。头人拉蒙一生中飙过的牛不下几十条，从来都是一飙致命。而在这最重要的时刻，一飙下去，牛竟然没有倒地，这对拉蒙而言无疑是一种耻辱。就在众人疑惑之际，拉蒙迅速地投出了第二镖。那个牛嘛，撞撞撞就得撞，那得撞，就倒掉了嘛。这一次，体型庞大的水牛在众人的期待中轰然倒地，然而却是人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一幕：牛倒向了右侧，把镖口压在了身下。当时的这个牛倒在什么方向，那时候民族的话是非常计较的。如果倒下就不行，我们万一标不准，标不实在，乱跑嘛，晓得他是多少人，我人难以估计了嘛，哥，我搞不出几来。正当众人还在失望叹息的时候，一个奇迹发生了。那条已经倒地的水牛竟然又挣扎着站了起来。几下身躯之后，又翻身倒向了左侧。刚好拦到云南的一侧，先可以朝天喷天，求得了好瓜，拉蒙高兴的有一茶有一条，当时的皇帝在底下这个蹲嘛，我记得我们都在我们面前了嘛，他高兴啊，拉蒙，哦，高兴的要死，哦，皇帝忙忙忙忙忙，就是忙忙忙，年老毛主席，年老共产共产，年老共产，年老毛主席，他只能。
当然激动了，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在那做工作啊，所以感觉到就取得了成效嘛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我们共产党就是希望这个各个民族团结在一起啊，啊，一起来建设幸福的边疆嘛。标牛取得了圆满成功，在一片喜庆的乐声中，来自西双版纳的傣族代表昭存信第一个在誓词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随后方有富、李宝、拉蒙等各少数民族代表以及普洱区地方党政军领导共48人在民族团结誓词上签了名。26种民族的代表，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，慎重地于此举行了标牛，喝了咒水。从此，我们一心一德，团结到底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是为建设平等、自由、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。民族团结誓词碑的建立，标志着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所取得的伟大胜利。应该说它起到了一种民族团结、边防巩固的一种定海神针的这么一种作用。59年过去了，当年在誓词上签字的方有富老人每年都要来到这里，在民族团结碑前长久的驻足，不忍离去。1951年5月，盘踞在境外的国民党残部窜犯西蒙，5月13日攻占了区政府。5月14日，曾经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，并在民族团结碑上签名的傈僳族头人李宝，被埋伏在路上的国民党残部抓获。由于李宝在西蒙的威望，他们不敢贸然处置，便将他押到境外国民党残部的司令部，在那里对他严刑拷打，逼他投降，得到的却是李宝的一顿痛骂。几天后，这位65岁的老人被残忍的活埋。八月，在西蒙的中克部落，矮顶、矮枪两位头人决议投靠境外的国民党残部，并商议把矮顶的儿子、那位赴京参加观礼的矮火龙送往台湾，但这个计划遭到矮火龙的严词拒绝。同时，矮火龙还反复向矮顶宣传党的政策，把自己前往北京的所见所闻讲给他听，劝其悬崖勒马。矮顶非但不听，反而把矮火龙软禁了起来。大部分嘛是相信他，有少数不相信他，就大相不同。连自己父亲的工作都不能做通，让矮火龙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与自责。
万般无奈之际，白火龙穿上了在北京观礼时中央政府赠送的毛呢衣服，用解放军送给他的枪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，此时年仅21岁。西蒙的班亲，那位彪牛的佤族头人拉蒙，一听到国民党残部进犯的消息，就火速派人下山给人民政府送信，去搬救兵。同时他又一面组织山寨的佤族群众对国民党残部进行阻击。1952年12月，解放军进驻西蒙，瓦山重新回到了新中国的怀抱，而头人拉蒙为西蒙解放所做的贡献也为当地百姓广为传颂。1951年1月1号，在宁洱参加历史签名的48位各族代表，在此后近60年的漫长岁月里，经历了无数次血与火的考验，但始终没有一个人背叛自己的誓言。我是感到很难过，但是我们转转回来有高钱，因为我们还在那，我们亲自已经见过，我们走过伟大的走过一点繁荣灿烂，那么伟大，那么繁荣，民族那么团结，我感到很高兴。强渡橄榄坝、乌龟山之战、黎明之城景洪、中山州长昭存信、追忆新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成立的全过程，明天请继续收看大型专题片《云岭和声之西双版纳》。谁轻轻呼唤，在天上，在云端，让我日夜想象，在梦里回到你身旁。